發願其實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好像說我出家那樣，有很多人即係當然是信佛的人啦，就會覺得哇呢樣嘢好難嘅喎，你都做到啊咁。我就跟他哋講話，其實不難的，只不過我真的去做啫嘛。你哋就係諗啊，真係啊好難㗎，好難。咁你唔做咁啊，咁啊梗係難啦。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，但係發願好重要，因為咧嗰樣有好多嘢唔係話就咁天跌落嚟，可能有啲有啲係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发一个愿，你的成功机会是多一点。